下一队入场的是来自哈尔滨市冰奥之星滑冰轮滑俱乐部的李芷璇、邓善宇。本赛季自由舞音乐选自《阿拉丁》，团舞过后排名第一。完成的很干净的编排旋转，女伴变换姿态的一个直线托举，连续的转步。步行还不错，舞蹈旋转，非常反音乐特点的难度滑出。进入对角线接续步，编排托举，来自哈尔滨市冰奥之星滑冰轮滑俱乐部的李芷璇、邓善宇。很完整、很流畅的一套节目。画面中回放开场第一个编排旋转，随后是第二个技术动作直线托举。速度保持得很好的舞蹈旋转，
编排托举。本项得分49.30分，总分110点。